欢迎回来，进击的巨人，我是老头 Old Man 呀、yeah, ，我们回来啦啊！上一集呢，好像调查兵团大失败，然后呢，怎么讲？凯旋归国之后呢，还被一群啊酸民冷嘲热讽啊，实在是看不下去。剧情是会如何发展呢？啊，我们继续看吧。哎，再这样下去，调查兵团就要完了。而我自己也被引渡到宪兵团啊！我变到宪兵团了。不过团长似乎想出了对付女巨人的计划哦，想出了计划是吧？呀嘞呀嘞，终于要进行作战了吗？艾尔文那家伙竟然让我们等这么久，我想应该大号一直上不出来，还在蹲吧？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哈哈哈，兵长你今天挺多话的，开玩笑，我本来就很会说话。不好意思，如果我那时候没有做出错误的抉择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，兵长也不会受伤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没人能料到结果。其实他们班的里面所有人阵亡啊，他自己内心其实是非常难过的，但是他是故作坚强啊。有关于他的过去，其实他有外传啊，只是我没看，所以我不知道他过去到底是怎样。我记得他的过去好像是一个不好的过去吧，啊，只能这么说啊，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多跟他们对话一下，好，我好多人要对话哦。我实在不敢相信女巨人真面目居然是他，虽然没有证据，也只能放手一搏了哦。所以说他说是他，哦，团长有查出是谁是不是？如果什么都不做，艾莲你会变成中央那些人的牺牲品。他知道吗？还是团长讲的？预算被删减了，因为我们实在做得太烂了。啊，大失败！真的就跟阿尔敏推测的一样吗？阿尔敏可能是有看得出来是谁啊？他看那个外形吧，观察敏锐的阿尔敏。这么努力就是夺回领土，那样那些王都的人根本怎么都不知道，真的，根本就是，那叫怎么讲啊？不时调查烟火，人家是不食人间烟火，不时调查兵团烟火哦，这样讲好奇怪哦。嘿，米卡莎，今天的身材依然不错哦，可是你的胸部怎么感觉缩水了？有点难过啊。我绝对不会再让爱莲被引渡给宪兵团的。嗯，谁说天下没有完美的女人？米卡莎难道不完美吗？我倒觉得她蛮完美的、啊，只是胸部小了一点。路人甲就不需要多看了。一直被中央大人物冷落。在承受了巨大的失败之后，往后的道路该怎么走？中央的人根本不屑我们啦、啊！啊，他们真的该死了，我觉得。说不定调查兵团解散会决定调查兵团解散这件事情。如果真的话，该何去何从？会并到兵团里面吧？那这样子代表是说，以后都没有人去外面调查，没有人去外面调查，我们永远就是等死啊，是吧？慢慢的等死，水煮青蛙哦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新的马儿，好像没有。装备好像也没有新的哦，我好像没有去打那个调查率的东西，算了，之后再慢慢补好了。可以再往上升了，呀，越来越屌了。呜，好，都是看看而已。我们要被缩编啦！咱们要被缩编了！哎，因为我们太不靠谱了。你才不靠谱了，你全家都不靠谱啊！汉吉，我还没输，说什么也要在这次作战捕获女巨人。是的，莫布利特。我们已经全部都尽力了，好吗？好，团长出现了。艾莲，我们根据调查结果找出了疑似女巨人的人。
分析出他真实身份的人是阿尔敏。阿尔敏观察真是敏锐啊。阿尔敏，这次一定要确实抓住他，我们将这个作战赌上一切，你明白吗？好。女巨人不仅杀害了之前活捉两个月的巨人的凶手，哦，他有推断出来哦，还是你们104期训练期的同生，哪有你过来？哎呦呀！实在是太害人了，太丢了。阿尼，呀，亚尼。しっかり憲兵団だね。已经融入宪兵团了。アルミ、どうしてストヘスクに？史托黑斯区。アニ、エレンを逃がす。能不能协助爱莲逃走呢？爱莲这样下去会被杀掉的。ボールシーナ内の検問をくぐり抜けるには。希纳之墙呢？检查哨需要宪兵团的力量。好像投靠亚尼是吧？私がそんないい人に見えるの？在你眼里我看起来像好人吗？いい人。その言い方は僕はあまり好きじゃない。自分に都合のいい人をそう呼んでいるだけな気がするから。感觉只是在称呼对自己有好处的人，没有错。兄がこの話に乗ってくれなかったら、兄は僕にとっていいよ。乗った。我答应你。行こう。この地下道は外扉の近くまで続いているんだ。行こう。行け。なんだ兄。さっさと地下道の中へ来いよ。まさか暗くて狭いところが怖いとか言うなよ。こっち来や。いや、私は行かない。那边很可怕。そっちは怖い。地上を行かないなら協力しない。很可疑よ。何言ってんだてめえは。ふざけてんじゃねえ。まったく傷つくよ。アルミ。啊，已经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。阿尼，なんで？拥有马可的立体机动装置。哦，他那时候就已经偷偷在观察了。他为什么会有马可的立体机动装置？而且马可是之后就不见了，就死了吗？捕まえた二体の巨人が殺されて調べられた時。接受调查的时候，跟马可一起保养过的我，看到那个凹痕就知道。あの二体の巨人は兄が殺。所以他就是内奸呐。さあね。でも一ヶ月前にそう思っていたんなら、なんでその時に行動しなかったの？今だって信じられないよ。きっと何か見間違いだって思いたくて。兄、お前が間の悪いバカで、クソつまんない冗談で適当に話を合わせてる可能性が。まだあるから、とにかくこっちに来い。この地下に入るだけで証明できることがあるんだ。こっちに来て証明しろ。为什么我觉得爱莲现在这张脸一点也不狰狞，感觉是在……啊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恍神的表情。そっちには行けない。私は戦士になり損ねた。当不成战士。もういい。これ以上聞いてられない。もう一度ズタズタに削いでやる。目型の巨人。噔噔，已经事实证明他就是女巨人了。アルミ、私があんたのいい人でよかったね。ひとまずあんたは賭けに勝った。あ、他承认了。私が賭けたのは。赌注现在才要开始呢。哒啦。圣经。不要让他摇手。哇，戒指。完了！遅かった。Bang！ 哇！
飞了！哇，原来他们还有这么高级戒指，可以画上自己的手，然后再变巨人这样子，屌！女巨人出现了，就是她。哇，直接开始哎、欸！哇靠，被敲到了！妖徐，妖徐会死。我靠，他这一版的机动性比之前还高哦。女巨人在遭到危机时，后颈会一直僵硬化。啊！我的巨人になったらどうなるか。いくらやっても巨人になれねえ。兄の巨人である作戦は次の段階に移行してる。ハンジさんたちは予定通り準備してる。他炮音爆弹，再一发，在空中对他无效。哎呀，真的好硬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来，他来了。刀片坏了、啊，为什么不能用兵长呢？啊！兵长还比较强嘞，这样打要打好久、哦。一场硬战开始了。哦，不能跟他硬战，是要诱导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把女巨人诱导过去才对啦，这是八七呀。抱歉，补一下血先。女巨人她自己就会过来了，快点把他引过来。来呀、啊，这里这里这里。来哦，好吃的哦！任务成功。消耗他的体力。等一下，求救信号弹出现了，我需不需帮忙一下？嗯？引诱你巨人过来。作战状况如何？约翰。哦，把他引过来啊！快点，快！你过来这边，快点！来哟、喔！哇！发射！哇！哈哈哈！靠背。来，再把他引到另外一个副任务哈、哦。哇！先跑再说哦。哦，我变巨人还比较简单一点哦。来，这边好吃的哦。
还为什么不打我？来哦，这里好吃。来，先诱导到这边来。来来来来来。来欸，这里啊，霸气，看这里啊，我觉得诱导他好麻烦哦，他直接跳上来了，快过来这里哦 ，Hello， 你要去哪里？有了有了，来了！你不要再闹了，快点过来！快到快到，就在前面！快点快点！给我过来！他完全不理我，哎，他一直反方向在跑，他在追米卡莎吗？要怎么吸引他？啊，我大概知道了。江南哥过来了吧？这边这边这边，乖，就是这里啊！来哟，新鲜的肉！有戏吗？有了有了，这样比较乖啊，这样乖乖多了。啊，脚臭回答有没有？快来哟！成功。另外一边，哇，没有补血了，补给补给，快点！剩下最后一个了，来这里。好，他应该是在跟我的，太棒了！哇哦！大家卡住了、欸，这边这边，哇哦！好，你家在。快点，快步，快步，快步！哇哦，怎么飞那么高？补血时间。好了，副任务都结束了。来吧！打废你的手！哇，这个踢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最后一集，利用炮台。靠北啊！我死了啦，烂游戏啊！干累啊！瞄准他的脚，这个要怎么瞄准他的脚啊？我还不能变得巨人，
那就是没办法成功，因为我的心动摇了，所以说没有办法变了。心动摇了，无法变身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炸掉你的手吗？哇呼！我想要再死一次啦！完蛋了，这个手的部分有点难打。劈！好痛哦！嘿，音爆弹！多炸一点！集中攻击那只手，快点！完了，硬化了。快点，快解决了！撑住，撑住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补充一下，完了，他来了！哎、欸，没打到、哦！等等，有！呜呼呼！靠背！伸一只手啦！好难打，尴尬！我不想再死一次了，拜托！我觉得这边有补给兵不是吗？这边还有一个补给的。要铁路，趁现在，不是这里啊，瞄错边了，瞄手。不要来，不要来！我换刀，我换刀！哇！最后一集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哦，好难打，这也太硬了吧！超难打哎、欸！好，现在没有手剩脚了，尴尬尴尬了，补给也不够，慢慢砍了。真的有难打到，没那么容易啊。光是这个有智慧的巨人，我们就要打这么久了，那以后的巨人出现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还好啦，现在他没有手臂了，没办法做防御了，他差不多也快狙了。再见。
还没死，暴击，胜利，打赢了，打赢了，女巨人无法战斗了，赢了，哦，好难打，我的天哪，还不想死是吧？那就继续战斗吧。噔噔，我没有办法变身，因为我一直在犹豫。いつかお前に頼むって言ったはずだよ。何も捨て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人には何も変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。そうだ。思い出せ。あいつが仲間を何人も殺したんだ。意志坚定才能够变身啊！駆逐してやる。いや、殺す。いや。仕方ないだ。世界は残酷なんだから。我要吃鸡腿。哇，不过他这个跟动画版的有点差别。动画版变巨人并不是这样子。有兴趣可以去看动画版。动画版变巨人比较激励人心啊，这里倒还好。呀！呀！メガタの巨人は疲弊して、今は自由に行動できないんですか？讨伐女巨人。この決着をつける。这次一定要做个了结。干什么东西？晕眩了是吧？飞天吧你！再见全雷达！这次是我赢了！呀！再见了！还没死啊！我靠，内哦！起来！哇！怒吼！我连被我打假的欸，完全不让他还手啊！哦，被踢飞了。下去吧。再飞第几次了？再飞第八次，呀、yeah! ！逃跑现在打不赢，我要逃跑了，逃出这个城墙。あいつ、壁を乗り越える気か？徒手翻墙，要逃跑了。行かせない。你想得美。我要砍断手指，逃不出去了，下去吧。落ちて。No。解考。他犹豫了。
他把自己关起来。ミカサ、兄は？亚尼呢？结石了。他把自己冰封在里面了。他选择就是把自己关在里面，这样子我们就完全不知道巨人的秘密了。無駄だ。而且他也不知道哪时候会醒来，他是故意的。これを縛って地下に運ぶ。这有点类似，就像是间谍该做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自己没有办法逃出去，然后保护自己，不想说出任何情报，就把自己给封闭了。选择一种自杀的方式啊！我々調査兵団の首はつながった。おそらく首の皮一枚で。だといいがな。今度は我々が進撃する番だ。到我们晋级了。帅气。呜！噔噔噔噔噔噔！哦，结束了、哦，完结了。第一季结束了。呀，实在是太赞了！这游戏好玩。啊、哦！结束了，结束了。B B B S， 嗨，实在是太棒了，好玩好玩。啊、哦，剩下就刷装备了、哦。可是我已经完结了，获得新技能巨人化。哇！要怎么变成巨人？好好奇啊、哦！火焰瓶新特殊模型，特殊任务已解锁。在战斗中，只要满足特定条件，就会触发紧急讨伐对象的特殊任务。完成特殊任务后，就能增加报酬以及啊获得珍贵的素材。哦啊，这个巨人怎么看起来不像爱莲？感觉怪怪的、欸。出现条件能在暂停画面的特殊任务进行确认。那、啊、怎么办？现在是完结了吗？还是还有后续的剧情？嗯，不是结束了吗？居然还有啊！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好了，后续的剧情是什么？哎呦，还没结束哦。好吧，我觉得既然还没有结束的话，我认为啦，这个游戏时间差不多要到了哦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啊！你闭嘴啊！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。好啦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以及这个连载的话，记得把它分享出去啊，按个喜欢啊，以及订阅或是留言。然后呢，下一集不晓得会哪时候出啦啊，先不跟大家报告一下了啊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一定会把它做完就对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先到这里结束咯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